大家好，我是老神。今天我们来玩躲猫猫，我们要在农场进行躲猫猫小游戏，每一局都有一名猎人，游戏一共300秒，300秒结束，猎人还没有抓完所有躲藏者，那躲藏者会获胜。那今天是躲藏者获胜还是猎人呢？休息，呜呼，我来啦！哎呀！哎呀，先润了，是300秒开始还是怎么说？300。啊 ，OK。这谁呀、啊？干嘛？我来啦！干嘛？先润了。跑起来！我躲起来了。跑起来！全部都跑起来！不要给我发现了！这个弱智干嘛呀？这个弱智！我要出来喽！还剩5秒钟。4秒、啊、3秒，阿桑不可能找到我们的，阿桑不可能找到的，好吧。你都在哪里捏？No！小神先生，我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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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No！ 小神，又要搞这种操作是吧？这种操作是吧？两个。如果是地基的话，那没有关系。不是，小神，我们俩的计划全被你弄完了，靠！俺也一样。小神，我弄。哎呀，我这地方无敌了，无敌。头给你，我也是无敌，我只能说无敌。小神，我头盖骨给你拧开。待会儿你们找到我，太刺激了！这是阿桑吗？太刺激了！小神。啊、哦，很刺激是吧？对，很刺激，非常的刺激。啊、nice 地基，哦，我看到 nice 地基了，哇 ，nice 地，哇，哎，别过来，哎，吓我一跳。这玩意怎么还吐我口水啊？这个，因为你打他，打兔子干什么？这羊驼有没有点吐我口水？哦吼！你别老开门行不行？吓唬我呀，金富。啊？你告诉我在哪？我进来。我巡视，我巡视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。他自己说他怎么还有人在暗线？哎呦我天！有个兔子会上树。啊！啊！完了，白狼，怎么这么多快，这么多动物啊？对啊，我觉得要把动物杀了。你不要杀。对啊，我觉得要把动物杀了。你不要杀。不要杀了，不要杀了！他混出来了，他混出来了 ！Wow, hey guys！ 小神！完了，小神！我输入法出来了！敢不敢放烟花？敢不敢放烟花？这个不放，这个是他还有15秒自动放烟花，你就等15秒吗？不行，我要你放那个会爆炸的烟花，快！亏，好，15秒，笑死我！别热了，听你，在哪呢？对，开放烟花了，在屋子里。啊，在屋子里啊！我出烟花声音了，完了哇，这个为什么这房子没一个侧门，好气呀、啊、完了完了